那她就是日系的，当年全日本最爱的广末凉子 style。除了广末凉子之外，还有长泽雅美，还有陈妍希。你知道这个事情吗？我知道，然后后来有粉丝跟我说，我就有上去看。喜马波安，喜马波安，上上心脏，都会紧张。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跳舞啊？因为我们今天要找一个舞蹈正妹。